叫我们去弄那个便宜的脚踏车。对啊。第一个我们要去拍照，跟脚踏车。你是说潘若迪教了明星去假装跟商品合照之后，收费然后不分给你们吗？因小失大，他表面上都送脚踏车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就拍照了，我们就很开心啊，贪小便宜嘛，免费脚踏车可以骑了。殊不知背后高达60万的代言费又落入他口袋了。爸爸亲眼看到你说中玉的事啊？对啊，不是你们在说的啊，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嘞。这也是好事，表示你还行，还可以。那你都没有中玉，只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对象，你每天买那个 Tenga 在干嘛？ Tenga 的好啊，你都不能讲啊。那个都是男人，那个我们学术探讨啦，没有任何学术探讨，那个就是男性 DIY 的问题，就是没有。可以用的那个东西真的很好用。而在下集，这群明星好友们还会爆出哪些爆笑内容，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行为呢？赶快回到现场。对，你们有带一个战利品来，是你们带三个战利品，借我们看一下。一个是这个酒哦，因为我们韩老二帮我们有一个这个酒有什么厉害的地方？香槟。这个酒是我另外一个帮，然后我成立另外一个帮叫姐姐好二帮。姐姐好二帮，为什么都要去吃那个？然后就请酒商，就是带这酒请大家。所以你们人夫都不加入这些帮？人夫不能参加了，他们男生，我们只有女生，我们对他也没有兴趣啊。然后这个酒就是那个我们上烹饪课的时候，酒商就是请这个酒，然后我们回去三天团购了。80几支。为什么你那边做团购大家就会感谢，然后你这边做团购就会被讲成是敛财？团购就是他真的他在敛财。他们那个团购现在让我委屈了。那个团购是爱与分享。对。啊，他这边纯粹就是为了敛财而已。直销啊！你是不是应该跳出来跟我讲一句？你为什么不找一些这种产品是大家会觉得实惠、真的划算的？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些，我也没有喝酒。你们在吃什么？团购的东西。我介绍这个是毒品级的蜜饯，对，毒品级的蜜饯，所以大家吃了会上瘾，非常好吃。还有另外一个辣椒，另外一个超好吃，比辣椒那个，另外一个是那个是辣椒界的威尔刚。反正你不要吃了，反正你有 Tenga Pass， 我有老婆，你老婆跟你怎么想？你怎么可以把老婆跟那个相提并论？我要介绍一下那个蜜饯，我团购了4-5万，然后那个剥皮辣椒我团购了200多瓶，然后团购完没有介绍这支酒特别，这个酒呢，你看。看起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喝的之前，你要先去，你要这样摇它。我们都对条状物品它有特别兴趣，它摇一摇，它就会使用前摇一摇，然后摇完它就会变，它有金箔，它有金箔，有光泽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把金箔喝下去就对了，不会怎样吗？摇一摇就会。这个辣椒好吃哎，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。我这辣椒。OK， 所以这个是女生喝的吧？就女生喝的，好玩漂亮这一类。好奇怪，然后喝起来也很好喝。男生喝，我很少喝酒的，我就订了10瓶了。他有订，都有订，我们全部都有订。你不是在修行吗？对，但是酒算素酒。素酒是素酒吗？素泡的酒，吸的意思吗？它这个有金箔的，不错。上次白宇送我一瓶，里面是有金子的。就是金子，金子，金子啦，金子啦，金子，那个卖在修那个金子，金子。他说喝了保平安，是给过世的人用。没有没有，这是福了，像福一样，喝的会平安。乱讲的，你怎么还当真？没有，我给他送的啦。你们要不要喝喝看？来喝吗？配辣椒，还有杯子。这个辣椒我订了200多瓶，杯子，然后这蜜饯我团购了4，对啊，4-5万好棒哦。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非常厉害。你说这个剥皮辣椒，你说这个会上瘾，对，他说是毒品级的。毒品级的那个剥皮辣椒，那个辣椒真好吃。然后这个是辣椒界的威尔刚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是那个剥皮辣椒是我们花莲一个原住民在卖的，哇，所以你们买的量到什么程度啊？我们半个小时在追加，一直在追加。我们半个小时在酒商，我们一个要我们半个小时，我只是说，它就是大盘嘛。对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大盘。可是为什么其他购买的人没有觉得他敛财啊？那是人品的问题。没错。因为人品好。因为
因为发动的人是你们是真心觉得好吃，因为他们是那个我们是觉得好吃才分享，然后大家一起真的比外面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的差到多少，差到500以上 ，OK， 差500块，所以如果甜酒，因为我们的价格都很清楚，大家都会把数量跟价格跟怎么样付款的方式，然后会叫你们跟产品合照吗？不会，从来不会做这种事。台风天也到我们去，台风天对，也不用，对，也不用去骑脚踏车。谢谢应该蛮好玩的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，思嘉做菜不是重点，那个老师是小鲜肉。又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第一次去，去哪里找到一个小鲜肉老师？那老师真的就是台湾版的什么？没有，他是厨师界的宋承宪，他超帅，又高又瘦又帅，而且重点是你们去哪里找到的？就随便找到的，随便。我们去上课嘛，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我就想说，既然是上课就要很认真，就是用一种去学习的心情。其实我们就很讨厌这种单身的来。结果你知道去的时候多可怕？老师边边你根本靠没有办法靠近他，因为他已经被人气满满包围。思嘉去的那一天，我们有跟他讲说老师有多帅，他看了老师照片之后，他给我穿一个这种洋装，后面大露背，还敢说我们？大家煮菜穿那样干什么？我先讲，我一直看到那个擀面棍，对啊，没有，我已经触碰吗？讲一下挡工哦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要在此声明，他们刚刚所讲的那一些我都不在场，因为我都在家抄心经。所以你们都快参加吗？我都没有参加，因为他快受不了。而且你知道人气怎么样？就老师都说我们现在要炒培根，然后就有人气问他说，老师培根在哪里？然后老师就说培根大概是这个部位。然后那个人气就看到他说，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培根吗？老师不觉得你们很可怕吗？我跟你讲，老师很淡定，老师很淡定，因为我是炒腰子的，炒腰子的时候要看老师的腰子，差不多。那炒蛋呢？所以老，所以你们到底有没有学会？你确定你有在操心机呢？有啦，你喝好快哦。没有，我才到这样子，再来一点，来一点肉。你是妈妈赏金包厢要敬酒的。小姐常常要在这种场合应酬，所以如果妈妈想真的会带出一些不太好的人来吗？会，你说你要这样，以前我会忍气吞声，后来朋友告诉我们说，你忍气吞声，可是你花的钱跟人家那个优质的那个店哦一样多，所以你必须要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会跟妈妈想 argue， 我说拜托，因为礼拜天哦，有时候就是小姐会不想上班，所以来的小姐数真的比较差。我说你不能因为礼拜天哦，因为我客人也少啊，所以你应该把最好的小姐都叫出来才对啊。哎，怎么给我们这些？那你 argue 后会有帮助吗？真的会哦，有会吵的小孩有糖吃，就是你跟他 argue 完以后，他打电话好忙哦，东掉西掉的，进来。就 OK 了。那原来在场的那些不会觉得很受挫吗？就被带就换了，对的，换一批。刚开始我们会不好意思啊，可是你问白云哥就知道了。什么我？你叫什么六比六还是六？玉林哥的话
我爸不大能相信，有一次他说，哎，买六送三啊，你在主持我节目这么辛苦，带你去酒店好好玩一下，就带我去那个一家叫天上人间的，听起来很厉害呀、啊，你去看到人间炼狱啊，全部都差不多40几岁，快狗长尾，长毛，假死啦！小钟真的，小钟真的是哦，那个喝醉都还没有办法，小钟真的太调皮，他都是。后来我带他去一家店叫中国城，他一去完之后跟我说，中国城那叫中国鬼城。鬼城赵哥去得很开心，赵哥觉得不用看了啦，对不起。白云是哪个群组的？我们一家都是人哎，这是确定，只有他不是人。这是谁弄的？小甜甜，我们有宝妈、建明哥、小小咪，你们应该要正派一点吧？很正派、啊，有他在就不会正派啊。乱聊啊。然后甜甜也都很会常常上来亏白云啊，然后我也会。你们好意思在有宝妈在群组放色情照片上去吗？是没有啦，只有言语上有影片，只有调戏言语上的调戏。对，调戏宝妈，他调戏宝妈，他是常常约。妈咪啊，我们来吃个饭呐，不要有别人在哦，就我跟你就好。他常这样。啊，这是对妈妈的孝顺不对吗？妈妈也会觉得不对吗？妈有跟你一对一吃饭吗？嗯，还没有，因为我也怕。没有糊涂啊。所以，我们这个群组呢，通常呢比较好玩一点，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像白云哥啊，我们如果有朋友往生啊，我就会跟他订罐头。他有在，他有在这方面，没有，他真的，他朋友真的，每次他罐头塔啦、订花什么，他就直接上来聊，就我就会帮他处理。可是为什么不能私下你们自己通讯，要在群组里面讲？订罐头塔，有些人有团购吗？团购，啤酒塔是不是？我希望大家，也许我们认识的朋友刚好都是一样嘛，对，刚好同一天嘛，如果就可以。你也是希望多一点生意的意思。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赚。就来敛财是不是？我没有赚呐。白云哥很妙，有一次去他家，然后就说啊吃个面，哎，白云哥你家有没有啤酒？有有有，他就去他们家后院那个仓库拿了。那个啤酒是要用爆的，你知道吗？打撞的。他说昨天蹲下来的，还走上面拔的。很多是那个啤酒塔可以拿来喝吗？他说啊，他说也是酒啊。王彩华荣登群主据点王，组员个个翻白眼。彩华，你当时看到那些猛男图或者很情色的画面的时候，你有看进去吗？还是你眼睛有转开？当然我是瞄了一下啦。瞄了一下，不是，变发直了。他早上就泼了一个，我们要用感恩的心迎接，就是美好的这一天。对，你会想把他赶出这个群组吗？曾经有一次，他都没有泼那些星星哦。我想说，哇，彩华姐终于没泼了。然后一来拍戏的说。的饮料可以拆开来喝，是不是？原本就是啊，可以喝的。那平常你比如说中元节你拜拜的罐头，你能不能吃？可以啊，那里面会有量会有少一点吗？如果有少的话就可怕了。没有，康永哥是有人忌讳身体比较敏感，喝了会拉肚子。对对吗？我一般是不会的。有时候他一些那个贴那个副脸还是贴什么贴白色那个脸。现在没有，现在都弄电子那个45寸电视在那边跑了。哦。那晚年现在不用真的布了。现在没有，像台北市现在都是弄电视啊，他会自己跑。对啊对啊。你那个群组我们。一家都是人是比较正常的，好像比较温馨一点，温馨，而且大家吃饭，而且因为就是彩华姐都会有一些温馨的提醒啊，然后她就会跟大家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感人的影片，然后要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安全，还有捐款，还有肝病防治，对，还有什么路不能走，哪些路不能走，彩华姐就是最啰嗦的那种群。他放上去什么？群主里面最讨厌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各种乱转发啊，什么什么。他，我看他放的影片是有喇嘛吗？就是说什么大家要慈悲啊，什么孝顺，有没有拍照跟喇嘛拍照？父母子女的缘分看得有点淡淡的哀伤，想哭，食贵父母恩。你这样怪他，而且我们在聊得很嗨的时候，他忽然他就会插一句，对，他常常就
会转传那么长的，我们都不长。所以你们正在聊很不堪的题目。对，我们在聊上面有人 po 猛男图，然后他就插进来。所以你们在聊新三色的时候，他就给你对对对，大概几天才会出来一个。哦，真的一定会有一个人像这样，一进来啪，全部冷掉。冷掉。那个群主就是张维忠。张维忠，每次潘老师说，哎，今天天气好，大家要出去骑脚踏车。对。张维忠就说，哎，我掐指一算，今天会有血光之灾。对。大家那么小气啊，突然一下又什么？他常常会发。自己的图，每次就自己在那边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是劝世的，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。你当时看到那些猛男图或者很情色的话题的时候，你有看兴趣吗？还是你眼睛有转开？对，当然我是瞄了一下啦。瞄一下，瞪着两眼发直啊！因为瞄了一下，因为他们这些照片都会出。自然的都会在我的照片相簿里，都会在照片里面。那因为我的小孩会看我的手机，所以我很怕他们看到。所以我通常呢，他们只要传一些那个什么新三色猛男图，那个谁小珍呐，又扯一个出来。照片删掉，所以你删掉后，你就希望救他们，你就会传一个慈悲，就赶快拿一些佛啊，跟一些干净方式法，然后就叫我们捐款。所以你是怕他们作孽做太深，就是很担心这些好朋友未来，对不对？下地狱。我就会告诉他们，现在呢不是及时行乐，是要及时行善哦。天哪！对，然后说刚才拿几本，然后说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一起抄心经。对啊，他们就说我要感恩的心，苦闷在及时行乐，你干嘛要打扰他们？不是，有时候在这个开心之余呢，通常呢，我们就是也要有一点正面的。所以请问彩华一传那些佛图进来的时候，大家就跳开了，就据点，大家都说哦好这样子，大家都因为他早上就 po 了一个，我们要用感恩的心迎接就是美好的这一天。对，你会想把他赶出这个群组吗？曾经有一次他都没有 po 那些心经哦，我们想说哇，彩华姐终于没 po 了，然后因为他拍。出来一个说人波切出贴图咯，张维忠太像了。张维忠，我有出一个新的 APP 帮大家几个解围的哦，解围的什么东西？潘若迪，你有办法把某人剔除不被他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三次两次，我们每次号召你都不出现的话，基本上会经过大家的同意，然后把这个没有啊，我们第一个被剔除的人是大飞，没有三被你大飞，没有，他有经由我的同意，他说大飞要不要剔除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出现，他没有出现过，他也不发言吗？他也不发言，对，他就是每次说要来也没来，我们就把他剔除。第二个剔除就是那个张维忠。没有，汪建民啊，汪建民对，汪建民对，汪建民，汪建民也是说他想要加入我们，跟我们想要来骑脚踏车，但是从来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张维忠不是被你剔除，张维忠是自己另立帮派，因为他看不顺眼，说那个帮派沦为潘老师的一个个人的那个神坛，所以呢，他自己也想有。有一次，张老师跟我跟小钟我们在吃火锅，哎，张老师哦突然那个生气，酒杯来了，砰！我们什么东西？不要再忍耐下去了，对，我们要反击。啊，他就说要另立帮派，那我们就说张老师行吗？人家那个潘老师那个帮里面呢，都是美女如云。张老师说以他的人脉，他一定会搞更多更强猛的美女。嗯，后来我们就加入了嘛，对，就变成创始会员。叫做他就弄一个叫做众义帮，好烂的名字。对，然后东家西家东家西家，人很杂，我们就每天在期待有美女，结果到现在美女就是小甜甜跟谢欣。对。然后其他就是他一些帮他算算命的，潘若迪算是一个会召集人的。哦，以召集妹这点来说，他是厉害，因为他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妹都想要维持身材曼妙，所以说他会想要运动这一块的专业知识。没错，那潘老师有这一块专业知识，所以可以吸引很多正的妹。那你剔除那些人的时候，你要先跟对方讲吗？他不讲，他不讲了，他直接就其实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潘老师在这个当中，从里面唯一会进出的只有一个人是张维忠，唯一被剔除掉两个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飞跟那个谁。王建明、嗯、那张维忠是这样子，因为他就是当初他就不参与我们的活动，但是他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他每次他不参与的时候，他会用什么？他会用金钱来资助我们。对，因为他在外面其实不管怎么说，他总是要来做一些回馈，而且他很棒，就是说，所以说了半天还是神坛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会啊，他有钱呀、啊，香油钱，香油钱。张维忠说，我们大家集合要骑车去那个天母嘛。张伟就说：“你们来天母，我今天不骑，我在天母等你们。我找了一家餐厅，我请你们大家所有的，他们所有的来款待款待，有点像骑脚踏车，他真的付钱吗？他付钱，对，他真的付钱。他有一个好处哦，他这个人哦，他迟到他也会买单，对，他早退他也要买单。所以我们常常呢，比方说约七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故意六点半就来。”啊，他七点来啊，我又迟到了，对啊，你要买单呢，他就去。他常常都是单都不要，
我们因为有一次他就是没有在参与我们的那个脚踏车，我们就说那我们不需要支援战力，我们就真的大家就讲好。可是其实私底下我们也是讲好说，那我们就把他删除掉，就把他退出。结果退出之后，他马上就用私讯扣，哎，老板，赶快再帮我加回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然后我们又把他加回来。所以你不喜欢不参加脚踏车活动的人，就是因为大家每次讲没有几乎都。都没有出来啊，就觉得这个帮派成立的很无聊。可是那也是因为潘老师重女轻男啊，没有你这真的。我想我们骑脚踏车有一次也是骑到天母去，骑到天母的时候就怪了，就是我们已经到那个餐厅了，但是侯昌明找不到路，然后打电话给那个潘若迪，他说哎。那个老潘啊，我现在找不到路啊，就前面路口你就随便找找，等一下就骑到了。你们找不到路，笨死了，不用 Google 吗？然后后来那个熊说，潘老师我找不到，你在哪里？前你在哪里？你在前面停一下。熊，你在哪里？熊。我们已经在餐厅，要是冲出去接你了，熊，你在哪里？你现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路上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就是差很多。我跟你保证很多，这一集播完之后，唯一会切记我退出退帮的就是两个人，我一定会把他们弄掉，真的，这个是个祸首啊。可是你们那个群组里面讲话的频率会不会高到打扰你们生活啊？会关静音啊！你只要稍稍上一个通告回来，不会这样。常常会吵到人的，就会像张维忠、王彩华这种。对，根本就很想偷那些有的没有的。去洗一个，比方说洗半小时的澡。回来这个群组出现新的讯息在多，300多，少则大概7-8，对，700-800左右。而且他们有时候会聊到我老公会不开心，因为你知道一到晚上11点，我们第二天要送小孩就要睡了，然后你手机又不能关机，因为怕有时候人家临时有什么事，对，然后就哔哔哔。哔哔哔到两点，推送通知关掉，然后我就关静音，静音之后就按震动，然后那个手机3个小时一直在。不是，思嘉是说你应该把那个群组的通知整个关掉，全部都关掉。可是有时候聊的内容我也想看一下。终于不是很开心，都在开啊。不是你有时候睡一个觉起来就300多封，你要从前面再开始滑。你就会感受到那300多通里到底有没有一通是有意义的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聊的话题没有意义，像你们都会聊这些，我们这个群组好像都没有人在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有啦，有时候他会错过，说我又错过团购什么，对，然后大家又要重新再讲一次。那你们担不担心你们在群组里面讲某人的坏话，然后群组当中有某人就把这段话去告诉那个被讲？我们不会讲别人，我们不会去找是非的。但是我们在群组，就喜欢开玩笑，像小甜甜啊，在我们这个群组啊，都会一直亏白云。那个什么亏，那个叫骚扰，骚扰我。哎，你被他骚扰是你的福气，你完全没有。小甜甜说要跟白云去结婚嘛？对呀。然后呢，因为有北海道嘛，最近我们那个 Terry 啊，不是跟罗美玲嘛，然后她怀孕嘛，然后那个那也是在群组里面知道的嘛。Terry 也是在我们群组里面，然后他就我们就问他啊，那怎么那样？怎么怀孕呢、啊？宝妈说那是不是在北海道啊？怎么怀孕你会不知道？对，在哪里怀孕？然后宝妈说是不是上次在北海道？因为他们有一起去有遇过嘛。然后 Terry 就说对啊，在北海道。宝妈可能想聊一些比较深入的题目，被你们阻挡。你们一直假装很震惊，我们就没有，我们就说啊，原来北海道是一个很好着床的地方啊。然后就甜甜就约白云哥说要去北海道。对，着床。对，白云哥是去北海岸的。情定北海岸，他说到底是要情定北海道，还是情定北海岸？潘若迪、小钟互叠仓吗？互赠商品超傻眼。小钟说他送给客人你的书的时候，客人都希望书里有讲泡澡的事。对啊，我为什么没有那一套呢？而且你还有送 DVD， 怎么里面也没有泡澡那一套？客人都在讲。我的书是很专业的，书里有一章节叫做如何跟保姆泡澡。对。姐姐，你那张 CD 里面也没有介绍 Tanga 这个东西啊。请你潘老师证据。有你的 CD 如果附那个会卖的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有 Tanga。但是问题，那就。群组有不同的那个角色，对，都是这样子。小甜甜在我们这个群组呢，就死缠那个郭彦均。彦均不是也是结婚的？对，一直死缠。没有小甜甜的名言啊，说他不要名分啊，他只要兴奋啊。他不要幸福，只要舒服。对啊，他每次教大家骑脚踏车哦，那大家都说好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应该要出发的？是。结果呢，只要郭彦均留一个说啊，我忘了我要工作，要录影，我要去录冠军任务。
小天你马上说，那算了，那不要起了，解散。对，十几个都说好，只是郭彦均说不行，他就解散。郭彦均也是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出现的人，他真的是可怕的一个人。而且我怕晒太阳，我白天不能骑车，我非常怕晒太阳。我每天都在晒太阳，他骨干后来被我们气到，他是甚至最后呢，他把自己的十字韧带弄断。也不行，太热也不行，太冷也不行。有一次找不到理由就把有一次更瞎，他说我不能跟你们出来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婆心情不好。他老婆心情不好，跟他骑脚踏车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请问你每次发动大家骑车，像连张景兰都很冷淡的只回答说工作两个字，这样你不会觉得很心酸吗？不会，因为其实他觉得有人回应他就 OK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看我，你听我讲，我会发的只会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集合大家，第二就是一次帮谁分享什么东西，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上课的时间，都是这样的，而且我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，哎，今天晚上上课了，大家，然后什么什么就这样。所以你希望他，你不需要他们回答的时候比较体贴一点吗？不用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事情，我只是做到提醒。以前我会这样一个一个叮。因为像 Kid 就比较有礼貌，他就会说老师，我今天又有工作又不行什么。对啊，会，其实还是会的。大家，我跟你讲 ，Kid 不是有礼貌，是被他骂到怕的。我没有骂过 Kid， 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是这样子的。潘老师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听我，你先听我讲，因为他讲用那个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你听谁讲？你先讲，你后来才加入，你听我讲，不然你也没有参加。要反驳，你要提醒那个事情。他说他总是提醒说他来上课了，他不是这样。他有一次哦，真的可能大抓狂了，因为每个人都都用这些借口抵挡他。他哦，终于哦发出肺腑之言，他说老师也是为你们好，老师希望能够多看你们几眼，劝你们来运动，为你们好，你们还把我当瘪三，好怎么样？搞得大家哦心情不好，连续两天两夜都在安慰他，哎，说老师不是这样的啦，我们很想去啊，对。所以终于惹火他了，哎呦，落地公的公主生气啦。他讲他在他也是帮友之一。施嘉丽，他当时有没有抓狂？他没有抓狂啊，就我看到的是没有啦。是什么？所以在他的眼里跟你们的眼里，他完全我跟你讲，女生的他跟女生跟男生其实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交往方式。所以潘老师，那你就不要再召集大家就。我跟你说，他需要先幌子，我们这些幌子在里面，他才有办法。他的收入怎么来？对，我收入不是靠你们来的，收入我自己粉丝赚来的。在群组会讨论一件事情，是他们参加哪一个录影，然后那个收视率很高，他们会谈这件事，你们会吗？尴尬，我们不会，我们只会聊。我跟你讲，但是潘老师还蛮会的，因为潘老师很会，因为我跟他见第一次面，他就告诉我说他哪一个节目收视率到多少，哪一个节目。潘老师，因为玉林他是专门说他上次要调查，他上次还 po 一个说，哇哈，我泡澡收视破康熙纪录了。潘老师，全台湾收视好的节目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啊。所以是，请问谁手上有收视率？他专门是调查收视率。你手上有收视率吗？我的消息都从他，因为我当过制作人，所以那个制作人的朋友会把相关的各节目收视率，然后会 mail 给我。然后你们真的会去看自己参加的那一段收视率如何？因人而异，像我们四面见多了，我就比较平常心。因为那一天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你不可能不看。那一次不是录。我只会看我有主持的节目啦，那如果是我当来宾的节目，因为成功不必在我嘛，太多了啦，也不是因为全部是我的关系啊。今天收视不好，我们就怪他。对呀，怪我嘞，你怪这些台湾猎手，因为我上个节目只会好不会不好，所以也不用多看。所以为什么太太们比较不在意这件事？他们帮跟我们帮不一样，不是太太帮我们都不聊老公。太太其实他们比较是玩票性质的，他们上节目当买菜啊，对，演艺圈。我们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主要工作，所以我们看哥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我们的帮，说真的非常团结，我们帮是真的是很团结，大家只要互相一个人有什么事，一个人全部人都会帮他。可是我们也是一大堆人，我们过年是一大堆人全部一起。可是你上了群组说你参加哪个节目收视很好，这样其他的艺人不是很尴尬？那个我跟你讲，那个不是说刻意去讲这个，那个现在是譬如说那天就是那天泡澡那个事情。
然后那个什么运哥跟我说，哎，其实那一集收视非常好，破了2.32。我说哇，有这么高？然后刚好在我们群组里面就，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，你回去啊，你回去有谢谢保姆吗？不是，因为运哥他知道收视嘛，他都会告诉我们这些。那群组里面就有人说，群组里面就有人说啊，那天你们真的太好笑，什么什么什么。我就说，哎，对啊，因为那天收视真的很高，2.多。可是小钟说他送给客人你的书的时候，客人都希望书里有讲泡澡的事。对啊。我怎么没有那一套？而且你还有送 DVD， 怎么里面也没有泡澡的那一套？客人都在讲，我的书是很专业领域的。书里有一章节叫做如何跟保姆泡澡。对，那你的那个姐姐，你那张 CD 里面也没有介绍 Tanga 这个东西啊。其实潘老师讲究你的。CD 如果付那个会卖得很好，对啊，对啊，有天感啊。但是问题那叫，潘老师算很仁慈的，怎么弄好？潘老师，我也问过潘老师说，你那个新书，附上教学 CD 不搞不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不要去靠他们这些人去买我的新书，因为我们只要我，譬如我出书，他们会买。你为什么不书名就叫做如何跟保姆泡澡？对啊，对，会大卖，大卖，什么世界啊？你出一本书。我跟保姆泡澡的那些日子，胖哥，第一次跟保姆泡澡就上这个事情，我问过他，我说，哎，你那个书里面为什么不把最大的卖点保姆泡澡这个事情写出来？他跟我说，运哥，那个因为我自己收入 OK， 但是呢，我最爱的那个老相好保姆呢，我觉得这个书给他出，钱给他赚好了，哎，所以他是想要把这个哦让给那个保姆写书，这很感人呢。好了，开心一下。或者，其实我看那个泡澡当中，如果还可以再做瘦身运动，对对，这多好。我带给他们太多的快乐，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够了。对，我现在愿意了，有的。所以王彩华群主那么多内容，难道不会觉得生活中不要接那个群主中的讯息，可以专心做点别的事吗？对啊，半小时就100多则，这太多了吧？你讲对了，而且群主啊都决定不了事情，超过5个以上的群主啊，都决定不了事情了。每次就有人发动说，哎，礼拜五要不要来吃饭？然后大家就有工作，我想看看哦，哎，我应该可以哦，哎，讲，这样根本就搞没打架，不了了。然后到后来就有一个人岔题说，哎，你们看我这个袜子好不好看？哎，这袜子不错，在哪里买的？哎，原本吃饭的事情呢，完全没了，就只好再绕一圈，再绕一圈说，然后后来就有人烦，我就说，哎。对不起，到底要不要吃饭？哦，好啊，可是我要工作，我想看我拍个时间。又来一次，又有人要讲说，哎，你看看这支酒好不好？像我们这一次就要约吃饭，然后约吃饭，我们本来是要约几号吃？就17，那17呢？甜甜又说他不行，17他在北京，然后我们都可以。后来那我们又要改14，或要改19，然后宝妈说她要出国，所以变成大家。很难约啦，我跟你讲，群主人真的多，没有办法全部约在一起，人多嘴杂，乌龟都乱爬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爹精都乱爬。暗黑群主超神秘，劲爆讯息不间断。我跟白云、跟潘老师、跟小钟有一个暗黑的群主，你不理好的，我跟你讲，其他同学你会。你不要把不要讲，我们说了负责任，好，私下可以告诉你，都是金曲歌王，然后有形象非常良好的电影咖，金曲歌王，那个群主的好处是说不必客套话，说他不讲，要不用讲话，因为那个一觉醒来啊，一觉醒来800多，还好我是164G 的。我们的群组里面谁那个话最少，你知道吗？玉林哥，真的，他永远只是笑脸，加油，他没有跟你聊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他一讲话就要钱，因为他不会打。他在节目里面每次讲听到听到讲，他在群组里面是安静的潜水，一个这个，他说一个这个，他说一个笑脸，他不会花心思跟你在上面。我其实加入群组，我一开始不知道玉林哥有在里面，对，因为他很少讲话，然后讲话。有一天他讲了很长的一句话，是因为 Kid 受伤，他就撞到脸。我说，然后最长那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他就说 Kid 啊，演艺圈不能没有你。这是最长的一句吗？最长的一句。
最长的一句，对对对对对，首先是这样子。那天我一早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 Kate 发这篇的时候，我就话很担心，我就发到群组去，我就说，哎 ，Kate 你要注意，要注意，你不要那么对，你要不要那么拼命，要小心这样。然后后面就开始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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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大家就讲了一堆的话。然后那个时候是玉玲加入这个群组里面最长的讲最久的一次，他永远就是呵呵哈哈加油。沈玉玲好，沈玉玲以前不是说他自己跟 Kate 是什么南玉玲北 Kate 吗？对对对，结果现在他对 Kate 毕恭毕敬吗？没有关心啊，因为他打篮球受伤嘛。可是你干嘛讲这种拍马屁的话？演艺圈不能没有他。其实我对他们两个也都这样讲。我讲，以前我们去录玉玲哥的节目，他一看到我们说，哇，钟哥你来太好哇，这集没有你，整个收视率就不行啦。他一直用应酬话，应酬话。这个是这样啦，康永哥，你来评评理。好，确实，因为我们白天讲了那么多话了，然后你也知道，就像你刚刚看到那一大叠，其实群组里面真正有营养的话，超老实讲，只有彩花姐的话有营养，劝世励志啊，其他都真的在打嘴炮。那可是我们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都没有在参与这个群组的事务，所以呢就传个表情啊，然后表情好就是为了应付这种事，就表示我们有在看。不过说真的，沈玉玲她真的她会跟大家聊，她基本上这些东西她是只有都是以嘴脸或讯号来或什么讯息来代替。啊，他跟我私底下的那种，我们对家庭的那种了解，有内容，长篇大论。可是康永哥，我们只要录影，只要有看到那个名单有玉玲哥，我们都会说，那我们这一集不用讲，就不用讲。请问，那你们在群组收到一百多通，你们这样看看看看，你们就会没有空跟丈夫或者小孩讲话哎？看那个要花很多时间，其实蛮需要的。没有，其实他们就想不想跟丈夫讲话。我老公也有自己的群组，对，然后再聊他的群组，我们就聊我们群组。我老公曾经跟我讲一句说，哇，真的有这个 iPhone 太好，有这种聊天可太棒了。我老婆一回家躺在床上就可以不用再不用吵我了。你真的在群组上就跟大家这样聊吗？对，我就会一直会跟他聊，而且是很活跃的，因为我觉得人家有留言。你同时在几个群组里面跟大家聊，为什么我们的群组你都很少讲话？一直剖那个励志的，都只有要我们买贴图而已。不是，他要洗涤你们的心灵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时候太多群主，我大概有十几个群主，你有事吗？对，然后因为十几个群主，你怎么知道你在跟谁聊？有，因为它上面都有名字啊，比方说鸡排英雄啊 ，K 歌情人梦啊，或者谁改肥胖啊，或者是参加一个戏就有一个群主。对，我就是一个很广结善缘的人。对，然后我就希望跟，所以你每次发的那些佛图都是一次就。发给好几个群组，对，我跟他们聊一聊之后，然后我再言归正传。先看完猛男图，那叫我们都有时间。看完猛男图，所以你们的先生都没有抱怨过你们，说不要这么沉迷于韩老二。其实不，因为我们出去聚会啊，比较少带老公，我们就是都是想要分开，就是不要。但妹永远都会带老公去。哎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。这个群组的名字，你们手机如果给小孩看到，说我们都在韩老二说什么什么什么，不是很尴尬吗？所以我有时候要跟小孩解释什么是韩老二，我们就把它隐藏了，先把它隐藏。我会删掉，因为有时候秀琴他们传一些，我女儿每天都会看我手机的，像那天妹传了一个小黄瓜的面膜还是什么，然后她就这样拿着黄瓜拍，然后我就想说。然后我那一天，我那一天就没删到哦。然后我女儿晚上回来就开始滑，妈妈那是什么？可是拿着黄瓜有什么关系？她可能是这样，没有，她拿着，不是她抓着黄瓜的头，然后她就是那个画面就是这样子吗？来用一次啦。啊，旁边没有，因为那个是小可送我的那个小黄瓜露，然后她头前面是很粗的，然后再是很细的，所以我就这样握着，然后我拍完之后，她就说。哎，不行讲，哇，要讲要讲，还要讲哦。哎，还有什么不能讲的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讲什么？我好想拥有一只。他说。然后我就忘记删了。那个不是保养品吗？对，可是他就说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，有一些双关语，就会有一些关键字。女生也会很太太们的群组很容易就聊到这个上面去吗？一定就很容易。你们是平常有多不满足啊？我是例外。我们连拍照，我们就上完通告，比如说我们这几个，哎，我们是我们的帮派的拍照都有一个姿势。我不要，你少来哦。有照片为证哦、喔！你们跟谁合照？看到小鲜肉。那个时候是小兰哥的婚礼，但是你们看到已经没有新人哦，新人被他挤到后面去，因为他想要跟民族英雄拍照，是民族英雄。梁修身，我们那天其实就是想要跟民族英雄。你们跟梁修身老师拍照，然后对，然后我们就要比。
他知不知道你们嘴巴在干嘛？他们当然不晓得，一定肯定不知道。而且康永哥，这还是那个梁导的太太还在。到下一张，秀琴你把他挤到后面，是秀琴跟梁导站在一起，然后做这个 pose。对，而且我们去婚礼不是要跟那个新人拍照吗？从第一张新人还在前面，然后第二张慢慢的新人。其实小狼哥他们在后面跟人家拍照，只是看不到。请问你们每天在群组里面聊这些色的东西，真的对生活有好处吗？其实还不错啦，别人在打嘴炮，他们是真的打嘴炮。喂，还是聊这个可以抒发心情，是不是？很好笑，就是泄点欲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应该说他们还只是聊而已，可是我跟白云、跟潘老师、跟小钟有一个暗黑的群组是不聊的。我跟你讲，其他成员你会吓一跳。你不要把不要反正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这个。那你在干嘛？反正其他的成员呢，都是我们好朋友，都是形象非常端庄。对对对。那那个群组的好处是说，不用你们哪有形象端庄的朋友，都是金曲歌王啊，金曲奖或韩国友啊。我们说的负责任，好，私下可以告诉你，都是金曲歌王，然后有形象非常良好的主持。电影咖，电影咖，金曲歌王。那个群组的好处是说不必客套话，说我们才不讲，不用讲话，因为。我们说的负责任，好，私下可以告诉你，都是金曲歌王，然后有形象非常良好的主持。电影咖，电影咖，金曲歌王。那个群组的好处是说不必客套话，说我们才不讲，不用讲话，因为。那个一觉醒来啊，一觉醒来八百多只，一千多只，手机装得下吗？对，装得下。那个量多到你会吓死。还好，我是164G 的，真的，速度很快。我的已经是两千了。你们是有一种较量的心，说谁传上去的比较厉害吗？不是不是，没有，我们里面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大盘，他有一个大盘是真的是这个圈子，我们是专门去看。对，以前我们一直以为我们钓不到，或者说到沈玉玲那边，他那边就是那种演艺圈的百事。你们现在讲的是一个震惊的人。对对对，我们一直以为钓不到货的时候，从他那边看就可以看到好货。里面有谁啊？他给我们不能讲，他给我们讲，这讲出来出人命啊！你们两个出人命，你们两个形象真的太端正，太正。你让我们越想知道，你绝对想不到。然后他是供应片源的人，对对对对。然后他有写说自己人才有，那他的乐趣，他的乐趣是什么？分享。分享，分享。然后他享受的，因为你们看完，你们也不会称赞说哇你好厉害哦什么的。不要，我们都废话，我们不废话，都是放心里，不用大家都知道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私底下会给他一个赞。对，可是一八百多则，你们哪里看得过来？而且看不完，而且你会看一天八百多则，累积到现在应该几万。是有可以多秒，因为他们都会把一整。康永哥，你一定要看潘老师的手机，那个多到。我们上礼拜吃饭，我跟我老公，然后他就把手机拿来，就问我老公说要不要传给他。就是那个。我跟你讲，他的手机好可怕。它都是特写，然后几百张的，全部都是。你说全部是身体的特写吗？对对对。然后我老公看的话，我老公的手机装载太多罪恶了，好可怕哦！你的手机跟我一样，164G。他的手机千万千万不要掉。对，真的一掉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完蛋。你们有，请问有没有因为群组真的浪费太多时间，然后想要退出的？没有吗？我们只进不出，所以带给你们很多乐趣就是了。不是，演艺圈是这样，当人聊的都是自己人啊。回到家看看群组，然后你说你看你的，你自己没有参与，但是你看你的朋友在那边聊聊得很开心。或者大不了像沈玉玲这样说，不想聊的话就给个符号啊什么。对对对，就是说把它设定为静音哈，不要每天在那边叮叮咚叮叮咚。可是你认为还是对于维系友情有帮助？其实，而且我觉得演艺圈最需要的就是团结。对，这个帮的话，大家会我们真的会比较好。就再怎么样，谁出了任何东西或什么，马上都会帮他。就是说，你再怎么样，起码一年大家还会聚会一次。是，我们上很久了，你看我们一年多。那个白云哥被拍到啊，我们也会 cover 他，就是说。我哪时候被怎么拍到？周刊。一周刊不是拍到你？拍你那个带嫩妹。嫩妹。而且我们还要办春酒哦。对对。你们过年前会聚会吗？我会有尾牙，是过年前的，我们是清明节的时候。好，我们中原普渡也会一起啊，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大家一起来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那种 villa， 然后所有人全部。我们是每年过年会包一部车，然后就成员们大家
之前去花莲，对，然后像今年就去宜兰，然后大家就各自带个民宿，所以这是群组带给大家的生活新的快乐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般人出来录影比较有默契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已经聊在聊一些话题，我们有太多讲不完的东西，太好笑了。所以最后打动你的只有色情影片，不用聊天，对，不会关禁音。你换一个名字，如果今天在做的，在做这么小的样本，就玩这么开心的话，其实一定看电视的人当中自己涉猎群组也是个性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、这一集，我们也可以开一个帮啊。哎，什么帮？对你要发那些喇嘛图，我真的是。好了，就祝你们功德圆满，谢谢大家。